要听你的父母或者什么，这样，好吧？所以有效，差不多吧。OK，好吧，好吧。所以这个名言是说，你一定要做很多好事，但是在你所做的好事里，第一个最重要是孝，也可以说孝敬，就是敬，尊敬的敬，还可以吗？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孝敬，尊敬。哦，那是另外一个，这个是respect，这个是你说就是要听老人说什么。就要去做，或者要尊敬你的父母，他们为你做很多，所以你要听他们，要做他们说，这样，好吧？所以是孝敬。英文我们是这样说，但是美国人不太懂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所以我想不太没有很多帮助，但是是孝和敬就是一样的。还有一个是尊敬和尊重，那尊重的意思跟孝敬的意思就差不多，然后尊重、尊敬就差不多，这个敬可以在那里，还有。所以如果你要孝敬你的父母，一定要尊重他们，好吧？还有两个，对吧？这样。照顾。啊，对，那里第四个就是照顾，那里的第四个，好吧？然后有表。是的，怎么说表达呢？可以的，对吧？如果你哦，给我看一下，你要表达你很饿，可以表达吗？对呀，就这样，对吧？还有会不会表达你很生气？你生气的时候就很冷，对吧？Kristen Stewart 一样，哦，是的，可怕吗？对，我看新闻呢。哎，对，所 Kristen 以，Stewart，对呀，所以要表达，可能是说话的，可能是你能看到的，可能是你做的事，对吧？你父母对你表达他们的爱，对吗？有吗？是啊，有一点。他们怎么表达他们爱你？给我做饭。是的，对啊，你昨天说了，对吧？爸爸妈妈给你做饭了，给你买衣服，对啊，给你买书，让你来上学，把他们让不让你开他们的车？不让。那表达跟我他们买不太我相的，信你，你开对呀、啊？你说，他们给我买我的车。哇，那也是因为爱你，对吧？你需要开车去，要我的妈妈不喜欢，做。他不喜欢给你开车，是吗？不要你。总是每天在很喜欢，给你开车，我可以开我的车。所以很方便，对吧？方便还可以吗？对呀。是 annoying。哦，那是麻烦，方便是很好的。Opposite。对，所以很方便，对吧？你有自己的车，很方便。你要去上学，妈妈。都没关系，他在家可以睡觉啊，是吗？你来上课的时候，妈妈在家睡觉，
就是，对妈妈很方便，你有你的车了，对吧？还有最后的那个，是有人刚才说的，谁说的？忘了。赵。赵。然后，顾。对，我都要看，因为这个字我不常常写的，就是会看。但是会写的很麻烦，好吧？所以照顾呢，照顾一只狗，表达什么意思呢？照顾。哦，照顾。照顾一个什么？如果你好好的照顾一只狗。那表达你对狗怎么样？对啊，给他吃的，因为你喜欢他，对吗？所以你表达你的爱，就给他吃的，好好照顾他。你跟他是狗去外面好。是啊，要带他去外面去玩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。好吧，我想看一下，会不会？哦，知道了，等一下。公园的公园就是。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要想象一下，有一个人，还有他。有没有尊重和孝敬他的父母？好吧，可以吗？要说谁？说你们一个？说别的人？说你们想象的一个人？还是什么？无所谓。好吧，我也无所谓。也无所谓。好，不可以也无所谓。要说。哦，对，好，可以。哦，要说孙光远，可以啊。好吧，好吧，有孙光远。是我，对。哦，当然，当然是他了。好吧，他住在哪里呢？在孙光远的家。哦，是吧？那你的家，你的，你的家在哪里呢？在，是吗？哦，在，可能在，我不知道那里的州的名字，中文怎么说？俄亥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有山，很多的山，对了，在那里？没有我们这里的山高，但是也很漂亮，都很绿的，对吧？我们的山很高，所以不太绿了，对呀。所以，哦，他在科罗拉多，哦，好吧，所以在。在高山的一个地方吗？还是？哦，好吧，可以啊，你的家就在那儿。对呀，有一点麻烦，怪不得，你知道怪不得吗？怪不得你妈妈要送你一个车，就太麻烦，让你过来这里，好吧？所以他在家吗？他的家，好吧？他的家在，对了，还有他跟他的父母一起住吗？还是什么？他的父母在不是老师，哎，是应该是配得上。哦，也可以的，对吧？对啊，可能是，因为我不太知道中文的名字，可能是帕克
对的，哈克山。那对中文的山的名字常常没有一个的，就说有一个叫黄山，还有就是这样。但是因为有英文可以 Pike 的山，所以孙光远的家在 Pike 的山那里。但是你说他的父母不在他那里，对吗？哦，那在哪里？哦，是这样子，对的。不是 Albert，Albert，是 Giuseppe。哦，在哪里有好的披萨，对吗？二是 E Albert。哦，知道了，我都没有听说过，我都是不知他道。们最高的哦，是啊，对啊，我应该知道了。对吧？我知道一点点，科罗拉多的山，对吧？所以，他的父母就在 Albert 的山，他们不住在一起，是吗？那他因们，为他们不喜欢哇，他们不住在一起了，对吗？是以前他们在一起吗？现在他们才分居，是吗？需要不需要说乐了？你们一直都分居，还是？哦，不是，你小的时候，孙光远就是在跟父母在家，哦，现在分居了，好了吧？所以就不要说乐了，对吧？他不住在，他们不住在一起了，对呀？那他孝敬他的父母吗？有一天，对呀，好吧。因为他们不喜欢你，所以我说我可以出来了，所以我可以。哦，不要跟他们一起住了，啊，所以孙光远有一点孝敬他的父母，但是是因为你父母不是好好的照顾你，你走了，是吗？真的，所以虽然你尊重了他们。也孝敬他们，他们有还没有好好的照顾你，是吗？哦，要but they didn't take care of you well。No，因为他们不喜欢你。如果我们住在一起，他们。应该是需需要要，看我，没钱，哦，知所道以他们不喜欢看我，所以我，好吧，我要哭了，对吧？我们知道不是真的，所以可以说的是真的。你认识他的父母，对吧？他们很残酷，对吧？哇，就是，好吧，所以孙光远有一点孝敬他的父母，但是他们不喜欢他，对吧？他们也不太要看你，对吧？也不要照顾你吗？不要看他了，而不要每天看你，对吧？有时候可以吗？对啊，可以有的时候，对的。他们不要总是在看你，对啊，不要每天在看你，不要都在一起，哦，太麻烦了，对吗？好吧，所以他们不要总是在看他，也不要照顾他了。
对吧？因为照顾孩子很麻烦，对吧？有一点要，哦也对对对呀、啊，所以他们为什么不要照顾你了？因为他他太大声的，对对对对。我想大概是对的，好吧？所以照顾孩子需要很多钱，也照顾孙光远需要听很多打鼓的声音，对呀、啊。好了，所以照顾孩子，照顾孙光远需要听很大的打。打鼓的声音，所以他们不太要了，对啊，好吧，他们是怎么表达他们要孙光远分去？他们给他很大的包。哇，就说你的东西放在这里是吧？是圣诞节的时候。对呀、啊，圣诞节的时候。你说行李？行李就是你去飞机场要带行李这样的，对吧？包可能就是一个，我有一个包，不太大，对吧？有钱了，我有我的手机，小一点就是包，那个是行李，是吧？给他很大的行李，是一个那个，你买的时候是一个大包。哦，这样，所以给他两个一起，对，好，把你的东西放进去，然后再见了。哦，要哭吗？对呀、啊，要哭了，对吧？那他们表达不要他跟他们一起住了。是这样，啊、是啊、请你们再说一遍，我就答了。他的父母给他买很大的行李。对。行李。对，就是这个是行李，对吧？你去。坐火车要很大的行李，因为你去很远的地方，对吧？要很多东西，所以，对，所以他们买了，而给他买很大的两个行李，对吗？就说。把你的他的什么东西要带走，所有的衣服都不要，不要他回去那里，所以所有的衣服，把你所有的衣服和所有的东西，什么？和所有，你好像喜欢这个故事，对啊，和所有的东西。都要放进去，是吗？然后，哦，知道了。所以，哦，等一下，要记得好吗？等一下再说，好吧？所以孙光远一个人走了吗？还没有。
还没？哦，他还在家的时候，是吗？还是你要说的是以后的事情，对吗？可以，是孙广元还在父母那里，还是以后？以后，好吧，你要说一点，跟孙广元跟他父母都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在 Albert 山，对吗？Albert 山，对了，好了，所以他们怎么说怎么做？Titus，我说过的，说谢谢我们。哦，谢谢啊，完了，对吧？他就放好了。哦，是啊。他把行李放，哦，放在 要 closet 吗？对呀，对呀，要不要生词？Like，要不要我给你那个 closet 的意思？储物柜，可以说，差不多。哦，对的，放在别的房间里是吧？好吧，所以他把行李放在别的房间里。我不太明白。就是他放那个屋里，完了，下一个天他回家的时候，看到他的行李在他的床子上。哦，所以他好像是他表达要听他们说的，把东西放在行李里，但是第二天他没有拿走，对吗？哦，所以他一直在他们的房间，而房子里。但是他们还没有知道，对吧？还不知道，好吧？是吗？所以你跟他们说要走，但是没有真的走，所以没有尊重他们所说的，对吗？他们说给你买行李，再见啦，你到了。对吧？但是他没有尊重他们所说的，没有去做，对吧？他看起来要做，但是没有真的做了，对吧？但是你要说的是他走了以后，所以他真的还在父母的家，还是真的已经走了？要决定，对吧？有很多很多的选择，可以说很多不一样的事。但是，如果他还在父母的家，还是他走了，要决定。他走了，他说他走了，好吧？东西还在父母的家吗？就带走了，对吧？好吧，然后他。把行李带走了，对吗？他就这样走了，是吧？好吧，那所以孙光远不在父母的家了。你说他们要做什么吗？你好像说他们就去买了什么东西？哦，是吧？
哦，所以他就是在他山那里有一些 renters，对吗？可能有人也要住在那里，他们给一点钱就可以住在那里，是他的新工作，对吗？嗯，比你现在的工作好吗？最多的工作是什么？对，这个工作，他说你的父母就告诉你啊，你应该找工作，所以你想了办法，想，好，我去住在别的山那里。还有很多人要住在 Pike 山上了，所以你那里有一些房子可以给别人，他们要来住，他们就给你钱，给他们租房子，对吧？你就是做 landlord 吧，对吧？对啊，比你现在的工作好吗？我小时候，哦，是，喜欢，那好吧，你现在是洗车。对吗？我是一个 receptionist。哦，所以不用洗车了，就是帮助那些人，对吧？哦，好吧，所以你也是在里面工作的，对啊，所以你应该找工作，所以。想了办法。好吧，所以他想了办法，他把山上的房子给别人住，就租了房子。这个租了就是有人要住，你要给。他们要给你钱，对吧？也，我们最近说了出租车，就是你有一个人开车，如果你跟他坐车，要给他一点钱，所以是也是租，好吧？所以他就租了房子，好了吧？那他还要尊敬他的父母吗？如果他要尊敬父母。你知道他应该把一点钱就给父母了，对吧？越来越少，哦，慢慢的对，没有了，是吗？好吧，所以一开始还可以吗？对，他一开始他还要。孝敬父母可以，所以他还要孝敬父母，但是越来越少。哦，对，因为他想孝敬父母，所以他把一点钱给他们，对吧？他每个月，他什么时候给他们钱？每个星期一次，一个月一次。一个星期一次，可以吗？好吧，很多的，很孝敬他们，对吧？又就要好好的照顾他们，说。我不在家，所以我工作了，我就给父母一点钱，对吧？跟很传统的中国的想法一样，对呀，要好好照顾他们，对吧？所以哇，你真的很，是的，是的，传统的想法是，对，就是他们想你的父母老了以后。一定要带一点吃的东西，带一点钱给他们。对，你有工作了，对吧？你在
在那里租房子，所以，对啊，所以在 Pikes Peak 上，我想 我想 US Pikes government 有一 Peak 点上问题，对呀、啊，没有房间，对，你想办法了，对。好吧，所以他每个星期把一点的钱给他们，但是越来越少，父母。觉得怎么样？日本人好像医生如果比他们还要钱，他们应该做这个工作吗？哦，如果他不给他们很多钱了，对吗？所以在 Albert 山那里，他们也租房子了。哦，对呀，好吧。所以是孙光远觉得，如果给父母太多钱，哦，不给他们太多钱，对吗？如果不给他们太多钱，他们也会在 Albert 山租房子，对吧？Albert 山也是美国的 government 的山是吗？对呀、啊，都那么高的山，很多事，对吧？Albert 山的会在 Albert 山租房子，好吧？所以他们都很有钱了吗？怎么样？他们很快乐？还是很不快乐，很不快乐，父母不快乐，孙光远也不快乐吗？哇，但是他租房子了，有钱，为什么他不快乐？是啊，很麻烦吧？对因呀、为我跟我家人都住在一啊，对呀、啊，太难哦，过了。对，是因为不要住在山上了，也是因为。他不住在父母那哦，就要哭。父母为什么不快乐？因为他们爱我，哦，他们爱你了，对吧？你不在他们的房子里。所以他们就，哦，孙光远还是好一点，对呀、其实不喜啊。欢他，我不是要因为我不看他，所以哦，我对想，呀、如何？他们就也爱是了我不真的不喜欢。他。当然知道了，对吧？所以他们就爱了他们的儿子。哦，还可以吧，好了，所以对，就是这 Everyone 样，对，就是有一点点孝敬的，还有也有一点照顾他们这样的呀，好吧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我们要从一开始就要一起读，可以吗？在。哦，很长的，对吧？好了，可以吗？所以，对呀、孙光远的家在 Pike 的山那里，当然，但是他的父母在 Albert 的山，他们不住在一起了。
孙光明有一点想见他的父母，对，孝敬他的父母，孝敬，但是他们不喜欢他，他们不要总是在看他了，也不要照顾他了，照顾孩子需要很多钱，照顾孙光明需要听很大大的大鼓的声音，是声音，声音就是声音，就是啊，说话的声音，音乐也有声音，对吧？打鼓有很大的声音，对吗？嗯，有时候，好吧。他表达不要他跟他们一起去了，是这样。有一点问题，因为是他的父母，他们对吗？他们表达不要他跟他们一起住了，是这样，对吧？所以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说了什么，对吧？他的父母跟他给他买很大的两个行李，对，行李，就说把你的所有的衣服和所有的东西都要放进去。嗯，是的。所以说谢谢我，对，他把行李对吗？放在别的房间里，是，然后他把行李带走了。他的父母告诉孙光明，有应该先工作哦，应该打搅找工作，对。所以孙光明想了一个办法，是。他把上对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就时间就到了，所以就这样，好吧，谢谢你。